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 S 3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! 欸！很高兴我们今天来到台中嘞。你看，这是1300寸的大屏幕。你知道为什么来台中吗？啊，为什么？来参加这个，有没有看到 F1？ 哇，公牛举办的亚洲唯一、台湾第一。今天还没开始啊，今天是来体验的。刚刚我稍微看一下去年的冠军车，哎、欸，我们大家可以坐进去，坐进去我就可以赢台湾最少2000万人以上的。还有体验模拟体验机，还有换胎挑战。赛车你坐得进去吗？不知道嘞。卡住啊，我就坐在那边，他就等他结束再把我扛起来啊。台东市政府对举办这个，走，我们去试一下。哎，我怀疑啊嘞，哎，这个车叫什么 ？RB19。RB19，两台模拟器。哎，这台模拟器真的很帅，你看还有车头哎，感觉真的很像就坐进去。坐进去，对啊，很帅哎，很帅哦。我会说哦，这个我之前有看到，这个时候我们讲的人字拖。这个车技其实保护到车主的安全提升很多，看起来没什么，可是这个承受我记得好像防撞功能是蛮强的，没有说功能，可是我大概都听到而已啊。Horace 是谁？现在的，现在的。这个我发现一件事哦，我可能挤不进去，我进去可能卡住了啦，到时候造成人家停办的，因为有人卡在里面，车子要拖走。哇，这轮胎真的超大的，你看一下。很大的，超大的，我手大概打开是22了。哎，我说错不要怪我，因为是第一次跟大家一样，大家都在看我，我会害羞嘞。我们是用贵宾的模式来参加，今天是体验而已，我们就先第一个就先进来了。看到实车，好高兴哦，都不会讲话了。我很想跑进去哎，其实它这个就很厉害，它就是没有什么过多的东西，它就是直接过来。啊，因为引擎在里面，就是风就直接吹到引擎，这样散热的。后轮就更大了，后轮整个是我的两个手掌宽。哎，这个是可以跑的，我们还以为是假的，是真的的。他说引擎上去就可以跑了，好帅啊！哎，我站旁边，你帮我拍一下好不好？你帮我拍一下，我回去我就赢了很多人了耶。那我们就下一站好了，我们去开模拟器。你很低耶，你躺着开车，脚太短，脚太短，我只有往前滑。哎呦，开始了，我打滑了，我把车撞烂了。体验成功，怎么觉得好像不太会开车的感觉？你开一圈时间，好像别人可以开三圈嘞，爬不起来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不是，开起来好像不会开车嘞。我刚从台北下来的，可是开起来还不错哎。哎，它真的很深哎。所以他们果然是外国人的设计，然后脚要。可是来的好像跟你身高差不多哎，还有为它特别设计。应该是有了。你有看到它的方向盘吗？它方向盘很酷哎，它。也会有荧幕，然后跟你说现在我没有时间可以看，很专心看，没有时间可以看。我后来发现啊，我都转太少了，转多一点就好了。这个我就会了，然后压着，哦，开始。快来不及了，是吗？17秒44，我看他们都2-3秒，帮我卡过去就是很快。他们开车方式就是右脚油门，左脚刹车，然后是快波可以用，自由扭力的。那怎么刚刚一样？怎么又跟同一个人开的？这个它力道很大，后面有观众，我要开慢一点。这个它就有阻力，就是有点真的像开车一样。哎，你不要试一下。哦，哎，很重哎，很重哦。我怎么跟你一样？我唯一买得起这一部吧，饮料有贩卖机，很多口味，活动限定的衣服，纪念 T 恤，小包包吧，
帽子，帽子，应该是毛巾吧？哎，这个你可以买一条放在那个中控台上面，这不用讲，这应该都看过了。哎，葡萄哎，好葡萄，金光葡萄哎，它绿色是什么？火龙果，龟苓果，哦，龟苓果，火龙果嘞？为什么？那个帽子这样哦，帅吧？那个毛巾，这是我们主办方给我们的，到时候给我们抽奖的三个头提袋，还有帽子三顶。你看帽子长这样啊，那可以自己贴的嘞。还有一个，哎，我们有哦，有哎，我们先拆开就可以混进去了。这个也应该三个，反正这个我们不会藏私的，就是再留言一下给大家去抽。耶，期待一下礼拜六啊，礼拜六人会更多。我刚走过去，有拿了一个伞，好热哦！扇子啊，扇子，扇子，还要拿个扇子，哦，这时候都晕倒了，要宕机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就是他，就是他，等一下会到现场交天哦 ，Yuki 哦，对 ，Yuki， 哇塞，我的收藏，啊，你收藏的，对啊，哦，不是，这没有拿来抽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先不要。现在我们是邀约的，欸，现役的，他从新加坡比完就跑过来我们台湾，今天还蛮热的，我们台北还下雨，在这里真的好天气。人超多的嘞，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，没有这个手环是进不来的。哎，这次真的不惜有挡住，你把都围起来。台湾第一嘛，亚洲唯一嘛，所以我不晓得到底是怎样。如果是第一次参与啊，刚好也是第一次，所以我们来看看吧。听说他这次售出的票是30,000张票，三万张全部都售完了，但是再加上旁边的人，可能会有50,000人吧。我觉得不止哎，我觉得买不到票的人更多。大楼里面的你可以玻璃挡住啊，那个都是人在那边看。带大家去看，走走走。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快！阿克，阿克，哎，我帮你准备耳塞了。哦，怕你，怕你太那个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很大声的，恐怖哎！有没有？我就说，我先帮你准备啊。希望是这样。哎，要来了吗？要来了，要来了。哇！要来了，这次比较近，这次比较近，这要塞好了。快不到了。
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八亿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 Albert， 全球领先的铝镁合金复合材料车轮制造商。本来想说看车子跑来跑去而已，对不对？想象是这样嘛，实际来参加的时候，血都沸腾了，震撼！然后我们是在 A 区了，我不晓得总共有几区，反正很多。看对面应该整排，应该这边也是整排。很小处应该可以看到，甩过去。可是有个坏处，可以看到甩尾没错，可是没有看到那极速。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不一样的风景。转弯有转弯的好处，直线有直线的加速，这个就是没办法全部都看到，所以看展播就好了。是这样吗？结论是这样。听说他们这次有准备雨台。就是雨天也要跑，可是雨天跑一定没那么刺激。比如说今天最高好了，假设200好了，如果雨天顶多150而已。我们来的时间刚好，因为我们今天来，没想到赛车都没中。我们来这里已经12点了，还好我们一进去没多久，马上就发动了，啪，有没有？这读起来声音还听得到。你第一次看 F1 吗？影片、电视看很多，实际第一次来看。难怪他们一熄火啊，每次熄火他们用灭火器要喷，那引擎应该很高，很烫，很烫，非常烫。好，最后一趟我终于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就夺位了。拍个照，喜欢吗？下面留言。难怪我是就明星明星，我有在看下方留言。哎，你看，超大了，你看比例，让你看一下。哇，太宽了吧？很宽吧？所以你看它那甩尾有没有高速就很容易啊，它一再吹它会停下来，为什么？它黏在地上，很黏，它接触面积很大，对，黏住了，雨太的就跑不快了，它的纹路很深哎，对啊，还好今天天气很好，这个积木要排很多很久哎，就是这样慢慢拼，一个一个拼这样。逛了一圈，还遇到蛮多我们的粉丝，人真的太多了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蛮不错的体验呐。啊，如果拍得不好不要见怪，因为我是第一次，前台湾也是第一次，大家都是第一次。还有真的，我们真的礼拜三有来就对的，只是说现在想进去再补拍不行了，进都进不去，都是的。好，希望下次再举办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，这次来台中忙里偷闲也不错的体验。喜欢的话，我们这边还有赠品，好，上次有帽子啊，那个手提袋啊，对啊，好，记得下方留言。就有了，好，喜欢就好，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还有下方留言，下方留言，下方留言哦，对，拜拜。八亿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 ，Albert， 全球领先的铝镁合金复合材料车轮制造商。你觉得办得怎样？很赚。我是第一次啊，你呢？你有自己有去别的国家听过没有？没有。也是第一次，很震撼哦。这是不是要多举办一下？对，对应该是要多举办这种活动。这是我们的粉丝，谢谢哦，谢谢。